用功累下来，几块忙回你何相待，一切变来肯心怀，藏在心中，在心怀。假使出恐惊未了解，只望表变我的心内。不听书兄，青青，这段时间来到恁五华山庄，受恁的照顾了。袂啦，莫安尼先讲，你敢知影？阮阿爹就是因为要请用阮，才无收下阮道。严哥的功夫遮尔厉害，阁无无希望伊失传。好伫家在，恁会当找到遮来。当初时，父兄都无法度拜伊为师咯。若毋是你的出现，向你爹亲提起此事。我想我也没有这个缘分可以留在五华山庄受伊苏老先生的传授功夫，虽然经过一段时间而已，也不过确实苏老英雄的功夫真厉害，我拢吸收到。真是的，若是安尼是我就放心啊。假若无吼，我唔知影，我因为阮爹爹为着要请用阮，这个遗憾藏在我的心肝内。爹啊，你去哪里？我带你来到这看看走走的，我也希望说平常是你除了练功夫以外也可以放轻松，我常常做人很好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我了解苏老先生他人很好，包括你也一样对我们的照顾是真用心。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对你说，只不过我怕说你会气笑我。不会啦，虽然咱这熟识无偌久，也毋过你做人嘛真温柔善良。你有啥物代志，你直接甲青青讲，我心里共听。其实来到五华山庄，第一遍的见面挂车，弟弟，大哥，发生何事？恁咧开讲哦，歹势啦。师傅讲有代志咧找你呢。师傅咧找我？对啊，敢那。又唔过，我甲青青有话要讲，要无我小婷还去找师傅。伊讲介紧紧呢，哦，火个面相敢那。伊讲有代志要找你啦，我嘛唔知。既然是安尼是，师兄不要紧啊，规日以后日子阁久久长长，你有啥物话，等你也是有机会，咱再来讲。好，既然师傅伫咧找我较要紧，我先来去找师傅。这件代志，我连讲一定对你讲。我等你。好。可能是叔叔啦，我嘛唔知道。